大家好，这里是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的宝剑嫂。没有标准的普通话，只是一盘散沙，不用风吹，说两步就塑料了。对，没错。非常感谢纳坤达这首歌，让我和我最喜欢的明星啊相遇在这里。邀请一下我们的，嗨，我是努力说普通话的果菜姐，大家好。哎，宝剑嫂，我觉得彩杰是一个唯一带着演员和歌手标签的艺术家。听说你有很多那种 vlog 都是自己拍自己剪，基本上全部都是的。这所有全部都在那个手机里面完成，眼睛快瞎了，就是有的时候。常常就是要10个小时吧。天哪，那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，把自己丢进去还挺过瘾的，特别宅，所以你就入住了 B 站，特别适合，就是宅女，宅女天堂，这也真的。那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地狱级难度不要笑挑战加不要心动挑战。如果谁笑了，谁心动了，就醋加柠檬，就哭，酸到胃烧穿，烧穿。那如果这个视频你笑了的话，或者是心动的话，就给我们这个视频一个点赞。没有笑的话，就在这个视频上面打出就这。那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那你家，谢谢，爆炸了。想揍他一拳。想叫他滚远了，他不在，站在你眼前，你的怎能看得见？这已经戳到你的笑点了吗？因为他头型太特别了，这样的胡瓜型那样的。干杯吧！我的天哪！你陪我呀！我陪你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！请观众朋友们干杯啊！其实味道可以成年的那种酸梅，我觉得我这边咬起好酸，这里很灼热，然后这里也不行，继续。然后努力别笑。那些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240。我会唱歌，我会跳舞，我会跳舞，我会飞，你要保平。不是。不是，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要挑战别笑，就很想笑。刚那影片还好，你再放一次。我会跳舞，我会跳舞。就是还没到笑点你就开始笑，你那个七夕在 Q 我了。再挑战一次，如果不行的话，等我喝抿三口。还是抿一口。我会肥，你要保平。我 OK 了，我过了啊！你忘了，不能吧？每一个都笑，每一个都喝。我觉得我下一个可以了。嗯，还想来一盘饺子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黑蒜，特别好吃，但是这个蒜哈，它真的是蒜。说是像栗子，特别甜。哎呀，好好吃啊，真的。这种我 OK， 真的。我觉得这种好好吃。妈呀，醋好好喝啊！嗯，好喝好喝。来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哭出了，蛮厉害的。哇，喝！你们有你挤进去的柠檬籽。那想我，我喝了挺多，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个其实我也很难对男生心动，让你惊喜。很寡女，我会对男生心动。还要多人才能进入你的心。抱歉，你们这么近干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这是精选吗？还是对，精选，精选。我不喜欢这样的男生。你可以接受有男生这样？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干嘛？他在干什么？他神经了。哎，这个锁锁有点帅。中了是不是？你中了 是？对，但我不喜欢瘦的，我喜欢胖的。啊、哦，明白明白。翻白眼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嘴巴就是一定要这样子。没没没。
哎，这算是另外一个，终于有一个另外一个路子，另外一个款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接受不了。就是突然对着镜头，或者是真的对着镜头。我也不行，我要报警啊！这是下一个吗？喜欢的，这位怎么让我看？原来这是干嘛？我又不是选美教练，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而且很多短视频都是突然冲到前面，然后就开始放慢，旁边就是闪星星。哇，我觉得男生穿上了军装就帅气加100分，就穿这种，这个是帅哥。没在这所以你平时最喜欢的型是什么样子？你喜欢肌肉猛的健身教练那一款，清新阳光的沙滩的青春校园，眼睛小啊，单眼皮的，对，那个眼睛不能是那种水汪汪的那种，然后声音很重要，刚他们都没听他们说话，什么样的什么？哎，你把我。我会飞，是不是声音其实挺重要的？很重要。我之前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让我练完普通话再来追他，但是后来他还是跟我在一起，就是那一个多余就是。懂了没？醒了没？大家为什么在这里？这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再也不想拍了。喝醋，这辈子不吃醋了，以后吃饺子、吃螃蟹、吃干吃，醋太伤了。点赞15万，下一期3天之内马上出出来，好不好？耶！行，谢谢彩姐，你真的好好，超级 nice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宝剑头提拔提拔。行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